时间过得挺快，这三年培训的生活立马就过去了。感谢三年来老师的悉心教导。不好意思，我叫周璇，然后来自开化县人民医院。特别感谢放射科给我这个规培的机会。三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，非常幸运在最后的两个月跟着宇宙第一肺穿团队进行肺穿刺的学习。我叫蔡舒阳啊，来自安吉县人民医院。那感谢这儿放射科的各位老师对自己的一个细心的栽培。我恍恍惚惚的在这里就已经三年过去了，然后在这三年里边学习到了很多，时间也过得很快。非常感谢这儿的各位老师、同学、小伙伴们给予的热情帮助和细心教导。完了，忘词了，没词了。非常希望自己还能有再一次的机会来这儿继续学习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徐俊超啊，我来自长兴县中医院，然后在这三年里面在这儿这边平台学习了很多知识，希望未来的学弟学妹们也在这边好好学习。祝新来的学弟学妹们好好上五官班，好好上滨江城建班，好好上魏朝班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静。大家好，我是罗笑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小飞。感谢这儿医院这三年对我们的规范化培训，很感谢这个平台，并且都将继续留在这里工作，以后我们会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豪，来自绍兴市上虞中医院，尤其的感谢二号报告厅的各位老师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问题。非常感谢在这儿规培的这三年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知识，感谢这儿医院的老师还有我的导师，之后我也将留在这儿医院继续工作。我是来自新昌县中医院，在这规培的三年我学到了很多，在这里感谢这儿放射科的所有老师们，希望有机会再继续能来。我叫周焕斌，来自台州县区人民医院，很快就过去了，然后在这三年里非常感谢这儿医院放射科的老师们对我的帮助。很高兴也很荣幸在三年前来到这儿这个平台，然后认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，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知识，我欢迎大家以后来临平来找我吧。没了。我叫红慧，是今年规培三年级即将毕业的学生，然后在这里很感谢我的师兄师姐们以及诊断室的各位审核老师。在未来的日子呢，我将就是读博士，然后在我的科研方面希望得到进一步的精进。